弹幕一直在节奏们，弹幕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齐刷刷都在骗，都在骗我要跟我收了，明明别人也不在直播，我都不知道哪来的消息。试一试，试一试。比赛都在不灭，我不想来不灭。再不灭的话，其实船长真没有赢剑姬的机会的。我说实话，进一代不灭很耐的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欢迎来到英雄。正常玩法就是在 TP 的，打高分局排位打比赛都剑姬都只能在 TP。你带点火会被骂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英雄带不了点火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你要带比赛带不灭，我下把带不灭吧，好吧，那两把吧，下把带不灭。比赛都是不灭剑姬，感觉船长打不了，船长这方面被砍的有点对不了不灭剑姬了，最近会被压住的。但是我前面那把把他压住了，他后面还是能玩起来，所以说有强势期的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全军出击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那我下把他不灭，我不知道呀，我以为正常排位玩法呢，我不知道呀。OK， 不跟你多说了，要特训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他补不了刀就可以。他这个火刀不能给他 A 的。我没有对手。渣子。他们不敢还击。准备去死吧。又一个。用一技能打筒子会更精准一点。我征服者玩习惯了，你让我玩不灭剑姬，可能我还玩的没征服者顺手，但肯定比征服者剑姬强度要高的。不要犹豫，当心炸药桶。没卡住吗？感觉船长有点不好打剑姬啊，船长打剑姬好像没那么好对线，对线其实是有点难打这把的。坏了，这有点坏了，这是真的坏了。哎呦，给他抢到了，不然这不行，我要走。烧吧！哎呦，我坏了，什么情况？
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我的 A 不过他嘞。那跟他这波也杀不掉的，无所谓的，我有 W。我打个 Q 技能，我 B 不可能。船长现在前期比较弱，我直接 B 了。我也买耀光版，赶紧买征服，赶紧买铁丝鞭，对线好垃圾啊！铁丝鞭对线有点垃圾，我被他连炸三桶了。但是我这波是要回家的呀，我只能说无效筒子，这波筒子是无效的。你看补刀嘛，补刀没什么优势，只是我对线一直压着别人打，我补刀也少，补刀跟他是军事的。这波我能打一波回对线，还可以。他们不敢还击。他耀光出来，我现在比之前难打一点点，但我这波能吃个塔，比挺舒服的。啊，吃不到了，吃不到就算了。反正对线是这样的，更弱了现在。就需要内容。精准而优雅。不能大意啊，不能大意。装起来。人人有分。这个桶 A 不到我就要死。不能一个。小避一下，这波我打失误了。这波我的剑准备好了，这波线还推不进来的，还可以，这波避的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按发育还舒服的，好像是有点舒服，按发育。还行吧，我们补刀是一样的。没有对手，好处多了。他吃我个塔皮啊，好像没吃，没吃就行，没吃补刀也是一样的行，还好对线五五开吧，这个没带不灭是这样，带不灭估计能小优势一点。现在他好像就比较强势了，他现在打我挺痛的，我吃不消了有点，我只能等神风跟他 all in 了。这个点七级左右建立就好像有点虚了，虚了呀，这有点。我也得买不假鞋，感觉不假鞋好厉害，再逼一波。不必牛着，马上就好。他这波线好像推的比较慢，还可以。你不带点火，对线就是不好杀，杀这种英雄，主要没有别的因素。跟他发育肯定到七级左右就不好打，但再接着发育的话就好打。他等级起来，火刀烧的很疼的，主要是。
吧。我是炮射兵，炮射兵我吃不到塔皮啊，有点亏啊，这个。我从不退缩。精准而优雅。我感觉我五级那一波兵线没处理好，那波回对线有 TP， 有 TP 我优势其实挺大的，但是我还没有处理好那一波。我操，你怎么搞？坏了，已经有点不好搞了，已经有点。感觉看不到希望的感觉，等下个 TP 还能不能找个装备优势点？我等级已经被压制了呀，慢慢对线其实我已经亏了。他回家的时间比我回家时间要好很多，主要是，这就是兵线你姐输了呀，没办法。更多火药，该你人人有份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在炮弹里洗个澡吧。好像他这波要被我逮到了。他死了呀。OK， 险胜啊，逮到了。